为着要庆祝台湾金鱼的繁荣发展，并且推广金鱼文化，每一年九月份拢会办理台湾金鱼文化节。今年是选择南投来举办，活动有安排比赛甲产业的导览，嘛提升民众对着金鱼观赏的了解。南投县长林明进嘛亲身甲现场来关心，邀请大家把握十一号展览的最后一天，来甲南投县的会展中心来观赏。台湾金鱼文化节今年在南投县长林明进的支持下，在南投县会展中心办理，吸引全台湾20多间专业金鱼养殖业者以及介生金鱼的民众前来参与展示。而且总冠军啊，金鱼一尾哦，价值300万。啊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们这个取金鱼哈，除了是讲哦，一个生活休闲之外呢，来这个比赛哦，啊也有奖金哦，啊，所以我们是欢迎啊，假日哦，啊大家来到我们南投的会展中心啊，来欣赏哈全国哈最特优质的哈，而且金鱼啊，啊大家当来观赏哈，对金鱼哈这鱼类的这个动物啊，你可以再更深一层的了解哈。金鱼的品性相当严格，无论是体型、光度、甲色水，拢各自的标准。现场嘛举办63公分以下金鱼的品性活动，前三名介绍拢是超过100万。金鱼有分红白大正昭和，有14大类的一些品种。那比赛它是有分尺寸、跟 size 跟体格。我们台湾的很多的爱好家，他的鉴赏能力是够的，但是他没有经过一个很正规的正规的培训。那我们协会这次在南投县做这个文化展的用意，就是在培训更多的审查制度，来推动台湾的精致农业，来为锦鲤来付出。台湾金鱼发展协会第一摆来南投举办台湾金鱼文化节，对会展中心的跨度、温度等条件拢相当肯定，嘛期待将来有机会会当过来南投办理大型活动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